手指练习，把右手的四指放在这个 treble C 的位置上。好，准备开始。C B A G。好，用左手练习，左手的一指放在这个 treble C 的位置上。现在我们可以用两只手合起来演奏，把左手 moving 到 middle C 的位置上，准备开始。One, two, three, one, two, three.